然后左边这个是 Soundtrack Business 的 Remote， 就是它的遥控器。那右边我装的是它的 Player， 它可以在 Android、iOS 上都可以装。那我就可以用左边这个 iOS App 去操控右边的播放器。比方说，我现在把音量调大、调小，然后另外一个是 Skip 的功能，可以跳到下一首歌。那右边的播放器也会动，这样子。那其他像是你可以分享歌曲，那可以看最近播放的歌曲。那还有你可以调整音乐，你要哪个 sound tracks，还有一些像频道的概念。那这也可以编辑歌单，或者是你可以排时间表。